来，来，来，底下看麦。这一间，这这。营养珍宝啊，因为长城步道。哎，这么本色呢？哎呀，差点呗！啊，行行行行行，行得起。啊，家在停车场啊！停车场再往下走6到8分钟。嗯。你要有时间可以过来看蜜蜂吃蜂蜜。小类似。蛮怎样？问你，问老板。没有啊，你就告诉我。210。不是你讲的，你今天下午吗？220。你要有时间可以过来看蜜蜂吃蜂蜜。这边有蜜蜂生态介绍，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家的小蜜蜂。啊，这边蜜蜂不咬人的哦，有空都可以过来看一下我们家的意大利家蜂哦。大家去看看我们家的百花蜜啊。阿廖直接坐车。来哦，来接我，接我，坐一下新的车，跟着来。阿家。野生的橄榄好吃哦。这家里是。小花嘛，我叫这个妹子弟弟过来上，两个妹子弟弟。哎。那个继续行。要不要吃这个来？好不好？阿龙可以。嗯。啊？一个水蜜桃。在做生意。嗯。要继续行。继续。嗯。